吃烤肉，好几天没拍视频了啊。这个是我用水果腌制的那个叫牛排肉啊，水果腌制的，叫水果牛小排。咱们开烤。烤好了啊，来吧，看看，这个是水果牛小排，我先蘸点干条。哎呦我，看看怎么样？太香了。真香。卷个树枝叶，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最后来点海鲜汁儿。它里面挺多小米辣啊，这海鲜汁特别解腻。真香。热面两天不吃就想这口，就这味儿太好吃了。
椒麻大杂烩，我太喜欢吃这个东西了啊！里边有无骨鸭掌、鸡爪，还有鸡胗，还有脆骨，还有贡菜啊！哎呦，来点8+1，老美了。它这里边给你配的单独的辣椒药，那个辣椒油啊，啊，嘎嘎好吃。这个味道太好吃了，鸡胗，晚上看个电视剧啊，配点8+1，真的老美了。